时袁术见号，策以书责而决之。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，封 PG 165为吴侯。后数死，常使杨洪、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。太守刘勋要急，悉虏之，收其珍宝以归。策闻之，委与勋好盟。勋心得数众，时遇张尚繇宗万余家在东。策劝勋攻取之。勋既行，策亲君臣夜袭拔庐江，勋众进将，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。是时袁绍方强，而策并江东，曹公力未能逞，且欲辅之，乃以弟女配策小一筐，又为子张取奔女，皆礼辟策弟权义。又命扬州刺史严相举权茂才。建安五年，曹公与袁绍相聚于安渡，策因欲袭许迎汉帝，密置兵部署珠江，未发，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克所杀。先是策杀贡，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，策单骑出，促与客遇，客即伤。策创甚，请张昭等谓曰：“中国方乱，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故，足以观成败。公等善相无地，忽权沛以应受，谓曰：“举江东之众，决击于两城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。举贤任能，各尽其心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”至夜卒，时年16。权称尊号，追谥策曰长沙桓王，封子绍为吴侯，后改封赏于侯。绍卒，子奉嗣。孙皓时，俄言未奉当立，诛死。评曰：孙坚勇志刚毅，孤为发迹，岛温路浊，山林杜塞，有忠壮之烈。策因气节计，猛锐观事，揽其取义，至临中下，然皆轻挑果造，陨身致败。且割据江东，策之机兆也。而权尊遂未至，子止侯爵，于义简矣。PG 166。三国志卷47吴书耳。吴主传。孙权，字仲谋。兄策既定诸郡，时权年15，以为阳县长。郡察孝廉，周举茂才，行奉义校尉。汉以策远修直贡，遣使者。刘婉加西命。婉与人曰：“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，然皆禄作不忠。为中弟孝廉，形貌奇伟，骨体不横，有大贵之表。年幼罪受，尔事时之。”建安四年，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。勋破，进讨黄祖于沙县。五年，策薨，以示授权，权哭未及袭。策常使张昭谓权曰：“孝廉，此宁哭时邪？且周公立法而薄情不施，非欲为父，实不得行也。况今奸诡尽逐，豺狼满道，乃欲哀亲戚，故礼制是由开门而依道，未可以为人也。”乃改义权服，服令上马，使出巡军。是时，唯有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豫章、庐陵、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，而天下英豪不在州郡，兵旅济御之势已安危。
去就为义，未有君臣之故。张昭、周瑜等未全可与共成大业，故违心而服事焉。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，领会稽太守、屯吴使臣之郡行文书事，待张昭以师父之礼，而周瑜、陈普、吕范等为将律。昭言俊秀，聘求名士鲁肃、诸葛瑾等使为宾客，分布诸江，镇抚山岳，讨不从命。七年，全母吴氏薨。八年，全西伐黄祖，破齐州军，围城未克，而山寇复动，还过豫章，使吕范平鄱阳，会稽、陈普讨乐安，太史慈临海，昏韩当、周泰、吕蒙等为据县令长。 PG 167。 九年，全地丹阳太守亦为左右所害，以从兄于代义。十年，全使贺齐讨上饶，分为建平县。十二年，西征黄祖，虏其人民而还。十三年春，全复征黄祖，祖先遣周兵拒军，都为吕蒙破齐前锋，而林统、董袭等进锐攻之，遂屠其城。祖挺身亡走，齐士冯则追削其首，虏其男女数万口。是岁，使贺齐讨伊舍，分设为始兴、新定、黎阳、休阳县，以六县为新都郡。荆州牧刘表死，鲁肃起奉命调表二子，且以官变。肃未到，而曹公已临其境，表子从举重以降。刘备遇难济江，肃与相见，因传权旨，为臣成败。备进驻夏口，使诸葛亮一拳，权遣同于陈普等行。是时曹公新的表众，行事甚慎，诸义者皆望风畏惧，多劝权迎之。唯于素直拒之疑，亦与权同。于普为左右都，各领万人与备俱进，欲于赤壁，大破曹公军，攻烧其余船引退，士卒饥疫，死者大半。备、于等复追至南郡，曹公遂北还。刘曹人徐晃于江陵，石勒进守襄阳，石甘宁在夷陵为人党所为，用吕蒙计，刘灵统以拒人，以其半救宁，军已甚反。权自律众为合肥，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，招兵不利，权攻城逾越，不能下。曹公自荆州还，遣张喜将其复合肥，未至，全退。十四年，于人相守遂于所杀伤甚重，人伪臣走，权已于为南郡太守。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，领徐州牧，备领荆州牧，屯公安。十五年，分豫章为鄱阳郡，分长沙为汉昌郡，以鲁肃为太守，屯路口。十六年，全徙至秣陵。明年，陈石头改秣陵为建业。文曹公将来卿，坐如虚物。十八年正月，曹公攻如虚，全与相聚月余。曹公望全军，叹其其速，乃退。初，曹公恐将兵郡县为权所掠，真令内移。 PG 168。 明转襄京，自庐江
九江、齐春、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。江西遂虚，合肥以南唯有宛城。十九年五月，全征宛城。闰月，克之。获庐江太守朱光吉。参军董和，男女数万口。是遂刘备定蜀。权以备以得益州，领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。备不许，曰：“吾方图凉州，凉州定。”乃进以荆州与吾耳。权曰：“此假而不反，而欲以虚辞引遂。”遂至南三郡长邑，关羽进逐之。权大怒，乃遣吕蒙都先于丹、徐忠、孙圭等兵二万取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，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。权筑路口，为诸军节度。蒙道二郡皆服，为零陵太守郝璞卫下。会备到公安，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。权乃召蒙等使还住宿。蒙使人诱璞，璞将进得三郡江守。因引军还，与孙角、潘璋并鲁肃兵并进，聚与于益阳。未战，会曹公入汉中，被拒师益州，使使求和。权令诸葛瑾报，更寻盟好，遂分荆州、长沙、江夏、贵阳以东属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备。备归，而曹公已还。权反自路口，遂征合肥。合肥未下，撤军还。兵皆就路，权与凌统、甘宁等在京北围魏江。张辽所袭，统等已死汉权。权乘骏马越金桥的去。二十一年冬，曹公赐于居巢，遂攻濡须。二十二年春，权令都尉徐祥议曹公请降，公报使修好，是众结婚。二十三年十月，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城亭，马为虎所伤，权投以双戟，虎却废。常从张氏及以歌获之。二十四年，关羽为曹仁于襄阳，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。会汉水暴起，羽以周兵近身鲁敬等步骑三万送江陵，围城未拔。内惮羽，外欲以为敌攻，兼与曹公，其以讨羽自效。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，亦传权书，使曹仁以弩射示羽。羽犹豫不能去。闰月，权征羽，先遣吕蒙公安，获将军日人。蒙 PG 169。到南郡，南郡太守糜芳以臣将，蒙据江陵，抚其老弱，事于禁之囚。陆逊别取宜都，获子归之江，宜道还屯夷陵守衙口以备蜀。关羽还当阳，西保麦城。权使诱之，与伪将力翻。其为相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上十余骑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进路。十二月，张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、都督赵累等于张乡，遂定荆州。是遂大义，尽除荆州民租税。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，假节领荆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权遣校尉梁玉凤共于汉
即令王敦侍马，又遣朱光等归。二十五年春正月，曹公薨，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，改年为延康。秋，为姜梅夫